政府度縮不理窮人，喂，怎麼辦啊？財政預算案，財政點算案，變成財政失算案，最後變成財政暗算案，誰會滿意呢？都沒有回應到我們的問題。我們希望如果政府有錢的時候，不論是一次性的支援或者長遠的投資，都會令香港人的衣食住行改善，現在沒有的。其實用不著說那麼多，十二個字多餘的，大灣區咯，即大灣區財政預算案，你意思是大灣區大灣區大灣區，喂，你說來說就大灣區，喂，講完㗎啦。講緊嗰啲遊樂場啊，嗰啲收翻。唔使講啊，三軍會我去過，就算根據大陸同埋我哋嘅條約啊，佢都唔係軍事用地嚟嘅，喺度玩，完全冇軍事用途嘅。餐飲業嚟㗎，而家。佢而家話100億作為一個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，佢已經留，佢已經留咗2000億，舊年攞咗個錢袋度就話要嚟起醫院㗎啦，哥。係啦，咁今日咪再俾多100億咩？簡單，攞咗2000億，咁佢話我冇錢改善民生咯，我為你長遠。嘅利益攞咗2000去喺醫院啦，咁你而家醫你唔到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，係嘛？即係大佬啊，喂，呢個嘢佢我唔保你長命百歲嘅喎，你長命百歲咪享受到咯。唔係呢個。咁羅志剛咪講咯，82歲啊哥啊，我哋為係82歲先會死，係82歲先死。工聯會、民建聯都係由其後啊。工聯會有兩個人大代表，一個叫吳秋北，一個應該叫做鄭耀棠，就係話吳秋德起一個60萬人住嘅城。仿效橫琴模式，叫大陸俾笪地我哋，俾我哋係一個60至60萬人嘅城市，係嘛？就將啲低端人口、高齡人口趕翻去，趕羊仔咁，係嘛？做摩西啫嘛，而家出埃及記、出香港記啊嘛，過紅海，嘿，你真係啊！我珠江天線嘅，翻到乜乜都冇。逢係益你嗰啲咧就講咗當做咗，逢係害你嗰啲咧就未講就做咗㗎啦，好得意嘅就係話咧預留20億元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，就係咁樣。睇下做唔做都係嘥時間，佢預咗錢做啦嘛。嗱，我講好簡單，三跑而家我哋唔記得咗啦。佢話做嗰陣時要用1400多億。喂，而家每一年，我哋政府收少60億㗎，攞嗰10億嚟派俾啲老人家都和味啦。收少基本局60億啊，即係當資助佢，因為你基本會分翻啲錢俾我哋噶嘛。仲要拆咗航下二，我哋去過㗎啦，起咗10年到嘅啫嘛，就係左頭左勢都起唔到第三條跑道咯。咁為咗乜嘢啊？就係大亞灣要做一個航空同埋航運中心啊嘛。你冇第三條跑道，邊度有個 critical mass 同人哋講啫？都話都唔知邊度嚟。阿習總講就做大做強，係偉哥做大做強，做大做強，知唔知？而家唔係啊，而家做好大鑊啊！本身係9+2，而家4+7啊，降咗價啦！我係同廣州同埋深圳四大金剛啊，四個城市係啦。咁跟住嗰七個咧就當同廣州同埋深圳講嘢冇命啊！我哋喂拗佬得唔得啊？喂，好搞點搞啊，大佬？你明唔明4+7就好大鑊噶啦？咁灰啊，講到真係，哇想走啊，真係講到俾你聽。教育咁着重嘅著墨，應該佢好似今年又冇乜特別喎呢一個。唔係佢係用呢個贖買政策，佢同邊個 party 傾咧，就抌錢落嗰個 party 嗰度。係，如果想收買幼稚園咧，佢就抌啲錢落幼稚園嗰度，佢係冇全盤嘅。即係佢係一個籌用政治嚟嘅，佢唔係話點樣整體將我哋成個教育鏈拉高，因為其實佢係。好希望又得到支持啊！佢就話咧，增加500個安老院嘅宿位，同埋300個資助日間護理嘅名額，同埋推行一啲試驗計劃嚇。係啦，為私營院舍提供。喂，都13億幾㗎？13億幾係啦。喂，幾千個人死，你整500個位，點啊抽籤？咪即係病態賭徒，成身債繼續賭啦，攞啲地錢去第度賭。我始終有一種鋪中嘅，我覺得如果做一啲即係深入啲嘅調查報告咧，分分鐘可能揾到一啲蛛絲馬跡嘅，即係話你點解要去買用老實去買呢啲咧？係邊個人 benefit 咗？其實你唔好睇輕，有時真係睇到嘅可能。買中聯辦買咗嘅樓咪得咯，即係做一個研究資助局研究基金啊，注資200億啊嘛，佢就當係創新科技最大，因為呢個國家政策嚟噶嘛，係咪先？唔係個問題係。要在香港搞有幾個原因，其實原因第一個就是當然有技術轉移的問題，因為法例上，因為我們跟他們是不同的司法管轄區，亦都是美國是
有個特別的關係法對香港嘛？啲佢嘅啲嗰啲高科技或者嗰啲學過嚟嘅呢個第一。第二，因為你喺度做嘅時候咧，如果同炒概念股有關嘅，你明唔明啊？你點解要做咁多數碼港啊？或者我哋科學園其實俾咗錢去創建嘅，大家都知道啦。變咗地產項目之後又話唔夠，有間地產我都唔明點解會擴建數碼港第五期嘅又係啦，就係話擺叫嗰啲嘢落户啊嘛，你落咗户先有得炒噶嘛。明白我講乜嘢啊？明，即係我叫做長毛要買啲好平嘅波杯，我都要現身有個檔口先跟住。哦，有好多人買波杯，我整個波杯金杯基金咁先得噶嘛個。即係其實佢係炒緊概念股。概念股呢樣嘢啊，高明啊應該可以知啊。咩係概念股？點樣炒法？即係咪大灣區咯？話深圳會做呢個實際嘅製造業，我哋就喺香港做呢個科研。咁你係要咁樣做噶嘛？而嗰啲配對基金咧，就幫啲人咯，幫大陸人嚟咯。嗱，配對基金嘅嘢好簡單，最難過就係第二關，係咪啊？出去嘅全部死曬嘅，係咪啊？記住有中文有一個字有同音，即係同音字啊。國策係唔緊要嘅，但係國策就唔得啦。由國策去制定國策咧就好大鑊嘅。朱鎔基當年講啊嘛，你哋唔好話做咩國安公安，自己做私幫生意揾軍艦嚟走私啊嘛。朱鎔基就話唔使啦，你問我攞錢，你唔好話有個小錢，有個小田錢包，你為國捐軀都冇用嘅。咁真係冇辦法